手部动作熟练的很，这炒羊肉香气扑鼻，老板忙得好开心啊！今天有多备料吗？也有，多一倍。多一倍哦。嘿，因为陈其迈那个造市场好像人潮周边有变更多。有。特制独门酱料一入口，唇齿留香，客人一口接一口。这冈山最有名的羊肉，一开门做生意，客人就涌入店内。除了这必点的炒羊肉，老饕来店里一定不能少了这一位。看看呢，我这桌上是有非常美味的这个羊肉大骨汤，怎么会付一只吸管呢？其实哦，来到这边，当然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个骨头里面的，用吸管吸取里头精华，汤头更是老板用心熬煮，一入口香味四溢，不少客人桌上都有这一碗。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桌上的竞选旗帜，要来卡位啊，要先来卡位，怕没位置的。是的，那就先来吃吃美食嘛。OK， 那你挺谁？一定是陈其迈。参加晚会力挺陈其迈，在这之前也不忘先祭古葬庙。羊肉店老板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看到支持者跟自己同立场，荷包还能因此赚饱饱。三立新闻田俊达赖明祥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